得奖的是陈怡雅·斯卡罗，恭喜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陈怡雅是我女儿啊。她七天呐、啊。啊？所以七天就是确诊了。怡雅，你辛苦了。好感人哦，爸爸泪盈眶哎。哇，哎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会继续这个鼓励怡雅继续演下去吗？有机会。全力争取。那你本人有没有想要出道的意思？如果可以的话。陈怡雅，斯卡罗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超龄演出的同时，以素人姿态面对难以诠释的角色，在艰难拍摄任务中，透过眼神与语气，展现自信与霸气。精彩演出浑然天成，展现大将之风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陈怡雅是我女儿啊。她七天呐、啊。啊？不好意思吧。好，宝宝看一下左下角，左边左下角，可以吗？因为七天哦，目前就是应该是说不只有台湾而已啊。连世界各地都一样，所以七天就是确诊了。还是一定要亲口让爸爸说就对了。再听女儿说一下，她拍片过程一定你有陪着她，她有多辛苦，多么用功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可以吗？分享一下。这是真的很辛苦啦，因为，怎么说？因为小朋友还小，我们大人都要抽时间去陪伴，哎。就是怡雅你辛苦了，对着他说，我们直播回去可以截图那一台。怡雅你辛苦了。好感人哦，爸爸泪盈眶哎。哇，哎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收麦收麦。也太感人了吧。哇，爸爸你教得好好哦，女儿真的好会演哎，得到了哇，新人奖多么不容易！会鼓励他继续演下去吗？我们再给麦克风给爸爸。嗯，会继续这个鼓励怡雅继续演下去吗？有机会，全力争取。那你本人有没有想要出道的意思？如果可以的话。那我们去跟曹瑞元导演讲一下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等你哦。你要跟女儿先学一下演技哦。可是不要有这个啊。好，我们先演完再说。好，保重身体，期待你，是的是的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新人奖就你